我的麦克风，对，这个时候吼，就是要有一点掌声啦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知道吗？对表演者，掌声就是一种魔力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。就掌声一给他打下去的时候，就是你就有一个虚荣啊，对，也是要虚荣啊，虚的荣啊，虚是虚荣吗？还是你真的觉得我很好？哎，你看，真的是虚荣，就是。我跟你讲，刚刚一个笑话，不是笑话。我现在要讲一个非常很严肃的问题，郑杰任。刚才我一下台呢，我们这有一个漂亮妹妹跟我说：“苏亚姐，你的衣服穿反了。”我的上半场一直在看你的衣服，你的衣服后面的 mark， 我就看着她说：“哦，你不知道，那是最新的一种穿法，就是说你要很乐意把一个设计师的名字就给他穿出去。”是不是？有，没有穿反不穿反，高兴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再穿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在大陆才厉害，他们那个内衣那个标价都不给他拿下来，2800什么？他高兴说：“我这衣服就是这么贵呀、啊。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知道。所以从现在开始哈，你的衣服穿反不穿反，你的鞋子破掉有没有破掉都没有关系。就是一种 style， OK， 对，要撑得住。我说的有没有理？有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了。399。真的，哎，我有一种个性，就是我等一下，你们是想听我说笑话，还是要听我唱歌？我刚才来这边，我先讲一个好了啦。我现在忍不住已经讲到这样，要听的拍一下手好不好？不然我怎么知道说我在乱讲话？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来台东哦，台东实在是一个太让我释放的地方，因为我在台北哦很紧张，我是一个什么都是记得清清楚楚，时间什么的掌控很清楚。我一下飞机，因为我们都联络都很难联络啦，他走一个 freestyle 路线，然后我不知道到底是谁要接我，他还是他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电话要找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都用 message， 然后我一下飞机就开始，哎，谁要接我？他说不是他，我说哦，那 anyway， 就他就说，哎，我到了，那你有没有看到我？我说哦，那我就走出去。他说我在后面那个一个破破的黑黑的车，我就看，哎，真的蛮有 style， 因为那个车子有被凹进去，很有 style。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上了台东，他说他要介绍我去一个餐厅，然后呢他又说，哎，我们去约一个朋友，我跟我朋友约好了，好，那是11点的时候，他说我约好了，结果他就开始打给他的朋友都不通，我们就在台东绕了一个小时，一直打电话，差一点要报警了。就在一个小时之后，我的手机响出来了，089，我说，哎，这个089是不是台东的？我说对，哎，那我接一下，为什么台东电话？我一接，小姐，我是丽荣航空公司的柜台，你有一个行李没有拿？我有一个行李没有拿，我下飞机，我直接就从大门走出去，我的行李我完全忘记，我就跟着他在台东市区绕了一个小时，只好再开回去拿那个行李，因为他一看到我就说：“哇，苏雅你好轻便哦。”你不是明天要表演，你怎么只有一个包包就来？他就整个这一个狐疑，要嗯怎么这样？这就是台东的魅力，会让人家释放。好，我们来听歌喽。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觉得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古浩，他所写的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这首歌，我的心里就会很有很被触动。这是他写的一首流传的歌，我不多说，我们就来感受这首歌。傲慢与
处处篱笆别塔，到处充满各有千秋真理，放手一攻击都不留情，需要勇气面对自己，我就这样。